我们现在来到现代汽车的展区哈。那现代展区呢，最主要的这个主舞台呢，是以这个 HED9 哦这一台叫做 Intrado 的概念车。这部概念车是以后的这个 Tucson， 就是 i35 系列的一个雏形。我们看到它的设计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狂野哈。它有这种它的这个前扰流哈，有点像那个翅膀。好，这边蓄势那个，积蓄那个升力的那种感觉哈，所以这个设计，在造型上面就很漂亮，而且它是使用对开的车门，然后它的结构呢，在里面大量的使用的卡泵，好，就是碳纤维的，而且中间有一个碳纤维的主梁，所以这很可能就是未来Tucson 这个车系可能会用上的一些设计的语汇，啊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装的这个，整个的设计呢也非常的活泼，然后整个的座椅的部分也有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部分，那当然也有很多新的科技感哈，也都会在带来到未来的这个车型上面。那除了这部个概念车之外呢，还有一部 i20 的 WRC 车子。我们知道 i20 在 WRC 越野赛中，最近的表现是非常的好。那其他呢还有很多的车型，例如是 Genesis 啊、Verna 啊、Santa Fe 啊、Sonata。SR35 啦 ，Veloster、Elantra， 哇，其实不知不觉现在的车系已经进步到这么多样化了。所以你不管你们喜欢看这个现代的车系呢，现在都越来越漂亮了。然后或者来可以看这部这个很棒的概念车，好，它还是燃料电池哦，好，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现代汽车的展区。